小凤真是命苦啊，这还没过门就成了寡妇。寡妇，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一个人生活，过着孤独清苦的日子。您说那种日子得多痛苦啊！虽说惠州寡妇没有再婚再嫁的，可现在都是民国了，这老理也该改改了。改？那你说怎么改啊？咱再给小凤找个人家。再找？找谁呀？您看赵四行不？赵四？自打小凤出事，这赵四对小凤照顾得可好了，脾气都改了不少啊。是啊，有长进啊。赵四这小子肯变卖了祖传的家产去赎凤儿，敢打到秦府救凤儿，那看得出对凤儿是一往情深的呀。我觉得他们倒是很好的一对。前两天这赵四在警察局还说凤儿是他的媳妇儿，这大伙都知道了。就是不知道凤儿愿意不愿意许配给赵四。凤儿，婶子来了。做衣裳呢？嗯。凤儿，嗯，嘴苦吧？我给你拿了些新鲜的水果，来，去去苦。婶子，你人真好。有些事情呢，你得想开着点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自己的身子调养好，别总是想着文清。他人已经不在了，你说，你总是想着他又有什么用呢？嗯，婶子，我凤儿啊，人都说做惠州女人难，我呢也没有闺女，就把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文清哥死了，我哪还有以后的日子呀？今天叫你过来，是有话想跟你说。师父不说，我也知道。师徒如父子啊。你是文清未过门的媳妇儿，文清是我的徒弟，那你也是我未过门的儿媳妇儿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。今天啊，我就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给你做回主，你就跟着金龙吧。我不想让你守一辈子寡，孤单单的遭一辈子罪。师父，让我想想。金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都在你心里。再说，他为你做的一切，你心里明镜似的。四哥，他是好人，可我……金龙他不会嫌弃你的。你再想想，啊。Thank you.
四哥。哎。命运好像在跟我们开玩笑。是啊。老天是开了个玩笑。四哥。我真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好。不知道说什么就不说。凤儿。嗯。四哥没本事让你忘了文清哥。四哥只求你能陪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过日子。四哥。哎。你明天能陪我一起进趟城吗？大概有几个月了，一直忙着忘记来取。是这张吧？啊。按照要求，这个相片是放大裱好的，这个边框是红木的。好，那就包吧。哎。嗯，给我们再照一张和这一样的。好，但这次别忘了来取。哎，这边走，小姐。好。哎。哎，快坐。啊。嗯。来。看这。啊。哎，好好好，靠近点啊，靠近点。好，笑一下。怎么样？嗯，我给他挂上。嗯，我挂这儿了啊。啊，哎，你看一下。哎，高一点。这儿。哎，再低一点。这儿啊。再往左一点。这儿。哎，往右一点。嗯。你来。你来。是不是嫌我照得太紧张，不愿意挂呀？啊！我觉得挺好的，是有点傻。我来咱们大富贵的时间并不长，
感谢姚老板对我的信任。但是规矩我们要立下，要早睡早起。我的师父大家都知道是鲍一刀，他告诉我，我们徽菜最重要的就是调味儿，徽菜的调味剂都是从食物中提取的精华。那么杭州呢？食材的丰富不亚于徽州。我师父鲍一刀还告诉我，徽菜馆早起第一件事情就是吊汤，懂了没有？懂了。好，干活。哎，好，好嘞，来，干活，干活。回来了。嗯。还没吃吧？吃不没，酒楼的饭再好吃也没有媳妇儿做的好吃啊。我笨手笨脚的，哪有你这个大厨师做的好吃啊？那不是，山珍海味不如老婆做的有味儿。哎，快洗手去，再吃饭。有媳妇儿就是好。范儿哟，陆太太来了。靳龙，陆太太来了。哎，你先招呼着，我这就过来。你来就来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也没什么，你们这刚成家过日子，就是带了些日常用得着的东西。腊肉、笋干、蘑菇。带了这么多东西，婶子太谢谢你了。你谢什么？你这么说话不就见外了吗？谁来了？陆太太来了。哎呀，陆太太，你看我这刚洗手去了，您屋里坐。哎呦，这小两口准备吃晚饭呢。啊，我看看都做了些什么菜。哎呀，您看这乱的。范儿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这什么时候还学会做菜了呢？给你们拿。陆太太，你这一直帮衬着我们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嗨，我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，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哎呀，这新日子刚过上是难点，可过个一年半载的就顺当了。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小凤儿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啊，我这个人呢嘴上冷可心还是热的。婶子心肠热，凤儿最知道了。哎呦，这小凤嘴还真甜呢。那个，你看陆太太，你来都来了，那么多菜就在这吃点吧。一起吃吧。好，你先坐。那我也尝尝小凤儿的手艺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我帮干活。你还吃啊？我怎么不吃呢？我哎，凤儿快点啊。来了来了。你说以前在鸿运楼怎么就不知道小凤还会做菜呢？来，你坐。四儿，我来。以后好了，你每天回到家还能吃口热乎的啊。来喽。哎呦，看你美的呀。慢点。来来来来，慢点。行，都吃吧啊。陆太太，我去看一下。少爷回来了，老爷太太，少爷回来了。佳琪，妈。哎呦，佳琪你回来了，让妈看看，让妈好好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呦，回头再聊吧。你好儿子，先进去。哎，来，跟妈好好说说，在外面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。Thank you.
汪氏列祖列宗，我休宁汪氏，自七十四世祖铁山宫，由徽州水南村迁至杭州永金桥外厚德里，已立七世。八十一世汪家齐，托祖宗之福，东渡日本，研习律法，今日学而有成，海外归来。今昭告于前。哦，坐吧。佳琪啊，你学而有成，海外归来，每年正月十八，汪公的诞辰，还有春季和秋季，你都得去的。自然要去。每年的祭祀还是在吴山汪公庙吗？那不在汪公庙又能在哪儿啊？怎么出去了几年，连这个都忘了？老爷，佳琪和潇潇的事情呢，你跟他说了吗？哦，佳琪啊，首善街的白府潇潇小姐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如今啊，白家的潇潇已经长大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哦，您的意思是想让我把潇潇给娶回来？对呀。哎，那人再漂亮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。没得商量啊，汪白两家是世交，白老爷啊现在是市政参事，他的门生啊可都是占据着两省的官府呢。潇潇现在啊是洋学堂毕业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哪样不好啊？妈，我逗你玩呢。哼，这要是能把潇潇给娶回来，今生今世也就别无所求了。哎，这才是我的儿子嘛，吓死我了。少爷，哎，您请。哎呦，哎呀，汪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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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哟，汪太太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儿子佳琪，刚从东洋留学回来。哟，这是一表人才呀！啊，佳琪啊，这是姚先生，也是徽州老乡。啊，姚老板，我刚回来就听家母说，你这里的徽菜做得很地道。哎呦，少爷您客气，您客气。少爷，您真是青年才俊呐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哎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哎，请请请请，伯娘伯爷，哎呦，佳琪哥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呐。哎，你爹妈呢？哦，他们呀还在后面。那你见见佳琪哥，别愣着呀，快。佳琪哥，欢迎你学成归来。潇潇，我回来了。我知道你回来了。佳琪哥，日本好玩吗？好玩，当然好玩。潇潇妹妹要是想去，我愿意做向导。好啊，嗯，那我要去东京、大阪，还有名古屋。佳琪甘愿相陪，让你玩个尽兴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哦，
不，王老爷，哎呦，你好，哎呀，里边请。哎呦，白先生，白先生，哎呀，来了，你好，王老爷啊，还有佳琪，我是佳琪啊，伯娘好，这就是伯爷，谢谢，给伯爷好啊，谢谢啊，少爷果然是一表人才呀，是吗？好久不见了。哎，是啊，来，里边请，来来来，走，啊，快请说，里边请，赶快招呼着，啊，招呼着，啊，走菜。白老爷，嗯，白太太，啊，圈子佳琪从日本回来以后啊，我就跟他娘说。要带他到府上去，给白老爷、白太太行礼，可是一直没找到机会。今天呢，借助大富贵，请白老爷、白太太，还有潇潇小姐一起来品尝品尝咱们徽州的家乡味儿。其实嘛，这汪白两家啊，从上几辈的人都世代交好。今儿个我就盼望着他们俩也能够世代交好下去。孟福雄，来，我先用我们家乡的宣酒敬白家一家人快乐。啊，好，来，请白太太，请。行，嗯，啊，坐。佳琪啊，把酒拿过去，倒满了。玉臣兄客气了。佳琪是侄回国，应该我们为他设宴席陈的，怎么反倒玉臣兄宴请我们了？来，玉臣兄，嫂夫人对小女的错爱，我和夫人一直是心存感激呀。哈哈，客气话我就不说了。小小呀，嗯，来，端起杯来，敬你伯爷伯娘，还有你佳琪哥一杯。好，小小啊。祝伯娘还有伯爷，也祝佳琪哥学成归来。来，来，来来来，请啊，请。爸啊，其实我刚才早就想进了，都怪你啰里啰嗦的那么一大堆。哎，不得无礼。我说的是事实嘛，是吧？你看看，哪有这么和大人说话的？也不怕王老爷、汪太太笑话。汪老爷、汪太太，还请你们原谅，潇潇啊，让他爸惯得太不懂事了。怎么又赖到我头上来？是吧？来，慢回身。哎呦，这是本店大师傅为汪白两家此次欢聚特制的一道菜，叫龙凤呈祥。哎，这个菜有品有相，有色有香，有寓意，还有内涵。喜庆，您夸奖。杨先生，你可真是有心人呐。多谢。姚某略表寸心而已。如今汪氏有子如龙，白氏有女若凤。富贵真心希望汪白两家能借小店欢聚一堂，喜结良缘啊。慢用。哎，好。妈，你听他都说些什么呀？嗨，这孩子，你和佳琪不是青梅竹马吗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就是不能说嘛。佳琪哥，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呀？怎么这个时候倒变成哑巴了？哎呀，来，佳琪，吃菜啊！谢谢伯娘。好，来，尝尝这个。好，来啊。这是本店大师傅特意为潇潇小姐。佳琪少爷研制的一道菜，叫琴瑟和谐，略表姚某的心意。哦，真漂亮。
哎呀，漂亮就好。姚先生，日后我一定重谢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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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姚某应该做的，应该的。好了好了，来，请，请。好好，起来。等等。这么好看的艺术品，怎么能吃呢？我要把它带回家去，摆在案上，供人观赏。这孩子，让他爸爸惯得太任性了，这么大还不懂规矩啊！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潇潇的性格跟小时候一样，一点儿都没变。是啊。哎呀，我就喜欢潇潇这个样子。我最不喜欢女人，在别的男人面前扭扭捏捏、装腔作势的。来，佳琪吃菜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吃菜吃菜，好，来，爸，这个菜啊，别出心裁。嗯，这个大师傅一定很厉害。嗯嗯嗯嗯，菜做的的确很有意思。姚先生，能不能麻烦你把大师傅请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？啊，佳琪，这是家宴，不用请大师傅出来。妈，在日本，人家洋人是很看重大师厨艺的，高档宴席的主厨往往会被请出来与宾客见面合影的。好啊好啊，就把这个大师傅请出来，我们看看。小邵师傅，哎呀，放下放下放下，放下，快去换件长衫。怎么，菜有问题啊？汪家大少爷和白家大小姐要见你。我一身油腻的，不好见人吧？哎呀，别那么多讲究了，赶紧去啊。我不认识他们呀。白家汪家在杭州城有权有钱有势，你就算给我个面子，跟他们见一面，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这活还没干完呢。哎呦，我说别等了，不就一厨子吗？咱们吃啊。来来。啊，别管他，咱们吃吧。来，好好吃吧。各位，大师傅太忙了，还得稍等一会儿。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个厨子吗？还摆这么大架子。笑笑，我看这样吧，我亲自去请，好吧？哎，好好，没事，好啊，请。哎呀，这孩子。哎呦，邵师傅来了，邵师傅来了。哎呦，邵师傅来了，进来吧。少爷请。啊，见过白老爷、白太太啊，汪老爷、汪太太。在下邵文清，见过老爷太太们。啊，怎么样，饭菜还可口吧？不错。好好好。你姓邵？是。那这些菜都是你做的？是。不过邵师傅看起来倒不像是低贱出身啊。潇潇，在小姐看来，厨子很低贱。我小潇，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呢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呀，邵师傅看起来不像是做这一行的人。小小口无遮拦，还请邵师傅原谅。哎呦，白小姐别介意啊，原谅不原谅的，我们不敢当啊。各位慢用。哎呦，邵师傅，邵师傅，邵师傅。哎呀，太太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他就是这么个不合时宜的人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对不起啊，慢用。一个厨子嘛，没受过高等教育，不能对他要求太高了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各位慢用啊，慢用慢用慢用啊，慢用。吃吧，李晨兄啊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请。潇潇潇潇潇潇，文清在此跪拜师父，皆因小凤被害，徒儿一时兴起，血刃秦家二女，仓皇出逃，路途坎坷，一言难尽。如今落脚大富贵酒楼，谋得二厨之职，以得安命，望师父勿念。文清虽身在杭州，可心依然在师父身边，在鸿运酒楼思师父教诲，刻骨不忘，念往昔师徒之情历历在目，无时不刻徒儿不在煎熬之中。凤儿随去，
音容尚在，一眸一笑，梦中常现。苦苦思念挥之不去。几次梦中，我与凤儿跪在您的面前，耳边响着二拜高堂，您就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高堂。我和小凤。不对呀。什么不对呀？掌柜的，过来。哎呦，我越琢磨着越觉得不对劲儿。你不觉得赵四那孩子不足月吗？怎么不足月？你看啊，他们成亲的时候是到现在也就还不足七个月呢。哎呦，这不足七个月的孩子啊，那头发、个子、分量，这哪像个早产的呀？哎呀，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证明小凤桃平时吃得好，营养好，那孩子就长得快呗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是没看见那孩子？哎呦，那孩子呀，啊！小头发密密的，黑黑的，那胳膊壮实的，比足月的孩子还好呢。我就琢磨着，哎，你说会不会是文清啊？这话可不能瞎说啊。文清啊，今儿把你和凤的照片拿出来，就是想看看你。凤儿她不知道，文清想你了，我们哥俩有阵子没好好聊聊了。文清，凤给我生了个姑娘，我知道要是你在，要是你活着，我和凤不会有今天。愿你在天之灵保佑他们母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俩，我一定。来来，咱哥俩喝一杯。
妈，你干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，吓死我了。什么鬼鬼祟祟的？下次啊，不许和妈这么说话。好，妈，你有什么事快说，我还等着出去呢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是不是去汪家呀？我才不去汪家呢。我知道啊，汪家的伯娘不喜欢我，我干嘛自己送上门呢？我又不是嫁不出去。不许胡说，潇潇。哎呀，妈，就别跟着操心了啊。哎，上次汪家的少爷不是来找你了吗？对了，妈，先不说了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，潇潇，潇潇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小姐，我送你吧。没你的事儿，我叫黄包车。哎，停停停，到了，给你钱，谢谢。汪少爷，您来了。小姐在吗？小姐出去有一会儿了。哦，要不汪少爷您先里边坐。啊，不了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汪少爷您慢走。谢，白小姐，白小姐，您这一身真是光彩照人呐！怎么着，中午要在小店用餐？哎呀，您摇一个电话就是了，何必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呢？那个姓邵的师傅在吗？哎，在，我带您去，请。哎，请。邵师傅，好功夫啊！哎，这个，怎么，邵师傅不欢迎我来啊？何以见得我不欢迎你？白小姐别在意啊，邵师傅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连一句客气话都不会说啊？啊？欢迎白小姐大驾光临。我妨碍你了？没有。跟着我干嘛？我去造街。邵师傅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姓邵，叫邵文清。不用你多嘴，我知道他姓邵。别跟着我！你这厨房这么大呀？哎，好，这边这边，是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走。邵师傅，你怎么总不理我呀？听说你是从徽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徽州是个好地方，青山绿水，黛瓦粉墙，人称世外桃源呢。我们家那儿人多地少，很穷。那，你是因为穷才来杭州的吗？老板，要不要摇个电话告诉白富医生啊？不行，这种事情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免得两家不落好。啊，
邵文清，我们做个朋友吧。嗯，